那么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肩胸部结构还 OK 啊，这个胸腔的形状稍微有一点不太符合，下边的不是这样一个弧线啊，这样弧线有点太夸张了。胸腔的形状，胸腔上面的这个面不对啊，上面这个面在锁骨头的下边出来，从这个位置出来。如果这个位置呢，这个胸腔的形状还画不好的话呢，就多临摹几个，把示范，范画里面的都临摹一下。这块也是，我就不再画一遍了啊，你自己去找这个范画有很多。然后结构的话，你像肌肉里面呢，尽量不要用这么实的线。一般我画一个肌肉的话呢，是注重外轮廓线，外轮廓线是它的形，交代形的时候会用比较实的线，会多描几遍。一到里边的这些线的时候，会用清浅的线去带，这样的话它是一个完整的形，然后又多了里边这种丰富的结构。你像这样的话，这个中间画这种实线会很破坏这一块形的整体性，这个要注意一下。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两个，基本造型画的还不错啊，但是胸腔上有一点问题，就这个是一个偏正面的，偏正面的话，它的胸腔上面是能够看到顶面的。但这个问题呢，不是特别影响最终效果，注意一下就可以。这个的话，这个女性的话画的也 OK 啊，还不错。